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饭，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七十出蓝雕一牛。好。二条城关金大军，报春来了，春到了，春来了。现在赶不了了，我这边都是伤，所以赶不了饺子皮儿，馅儿也剁不了。摔过两回，做过一回手术，伤的都是这边。一会儿去那老两口啊，这老太太神经病，老头一个人啊。老得看着他。咱们刚才都吃了，是没有，给我开门，我过去啊。嗯，哎哎哎，没事。过年好，过年好，得谢谢，您好，好，过好，好，得谢谢您，好，谢谢。这都多少年的街坊了。啊，您这是街道发的衣服是吧？对，嗯。另外是什么呀？主要我们这儿有个助老服务队，助老服务队呢，就是对这些有困难的、鳏寡孤独啊这些老人。这老头说七十多了，还得照顾病人。嗯。我奶奶也是那个街道，是吧？街道值班的。对。这两年是。哎呀，你先会儿，你好，你包子饺子给他送去了，多好。我没了。十桌这是？只能四只桌。那就四只呗。我说您看他这个，您就知道我们为什么照的了。明天上哪儿去？回来了，你好，你好，出去了啊。你看这，就胡同里头来回转一转，突发情况也得看一看。院里边有什么情况的话，咱就记在心里了；有什么诉求，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也记在心里了。报上去，有的就给他解决了。从那个口一直到那个口，0.53平方公里，8000口人，3200多户，3263户，311个楼门院，这都得熟记在心呐。另外有164个残疾人，300多的这个老年人，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照顾的对象。拿的团每个人给做一套衣服哦。你吃那好了吗？吃了，中午一样。试一下吧，要开单定位，上面笑耳钉。这是院总给定制的哎，一会儿给你压一下。行，我一会儿再造一下型儿吧。
知道我从九二现在三年知道时代楷模北京榜样优秀群体先进事迹报告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首都市民代表金大中上台宣讲大家好我叫金大军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每到礼拜六不但胡同里的居民参加就连市里区里的党员干部也都来参加不仅如此在大扫除中我还动员了我们的街坊四邻一块儿参加社区的公益活动使那些本来这个站着看的现在都变成了跟着干的由于我热心社区的公益事情还曾经上了北京榜样的举荐榜咱们身边弟兄们他们用爱奉献社会奉献北京教育好我们的子孙签一个就发一个了啊，那个把那个那个对收好了啊。方总，对，好，这边都是地儿了，大家站好了，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雨，天气非常凉，非常感谢大家啊，参加我们的青年日的活动。感谢新浪微博党支部，支持和关心我们二条社区的古槐居花友会，并向我们赠送了多肉植物。像那个小的碗中传就行，千万千万别出事故。这会儿。哎，慢着啊！您慢点，金大爷。这不行了，这太沉。大扫除是在2016年的6月4号，一共到现在为止，我们街道进行了143次卫生大扫除，就这个社区进行了41次卫生大扫除，我一次一样。下了雨，大伙儿一块一块往出传那个碎砖烂瓦，到我的时候手还啪掉地上，溅了菜漆一身。我就说对不起啊，蔡书记转脸对我笑，你也一身泥，别跟我对不起了。然后我说您怎么来了？嘿，你们街道吹哨，我得来报道。车厢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为什么我乐于干这个？热了又绑上了。扔出来吧，把那个全国不是推车改造完了，那底下那个施工队走了以后，谁都不知道，我亲眼看见他造成污染出来。他们那个拔完的那个钉子有这么高。早晨我起来，我一听就响，我一开门一看，他一个人就拿着那个电的那种东西，自己
来的清理的。哎，我感觉莫名其妙，我说金哥干嘛呢？我别叫他砸不着，大事小事我跟你说，只要他没有不行的时候，哎呀，还真不能干了，真不能干了，那他拿着老命换，确实绝对有点过。你还去吗？我就别住了。这两单子给人家，人家给这是新的哈。这是。自奋蹄。哎，憋着不紧张啊？没，咱没水啊，老大，一点都没有。这点憋着没有？等会儿，我接着。你慢点。走你，有水了。不是，这跟着另外一个。啊，这也不行。你把那管子拿着。您不会变得不紧张了吧？来，宝贝儿。这边照顾的辛苦。快一半了。这都现在还真是一半了都。其实你拿这桶还不如上这儿，还不如上这儿呢。过不去。还过不去，还过不去，再往里去。您的车啊，我的。过不去。哦，我走。明白，大狗，跟你们那个身高差不多。可以不这么，你性格不合适。妈，咱俩下来。这所以今天我的讲的内容都在这儿，这是我月子做的功课。急救七十二小时，您就交20多块钱，交现在30出去。您要是停不够这个七十二小时，您不用交钱。我自己算了一下啊，您要停够这七十二小时，两个礼拜了，两个礼拜见了。再说一遍，所有的居民如果达到50%以下。不同意这事儿没法开展，就说我们居民有没有权利不同意？我是居民，我提的意见，你倒是涉及隐私。一共换了62个车位，您现在只给了52个，那另外10个您打算给谁？我跟你说，你这数字完全不符合，16个车位怎么出来的？这数费的问题，我认为他是跟老百姓做数学游戏。东城区的方家胡同，东城区的史家胡同，每个小时就是2毛，一个月180。你跟我收260，还好像是你优惠了我了。老百姓这点住的都是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在定费问题上要向这些弱势群体倾斜。说实在的，你要安排我去说了以后，我下边的群众很难扶住。为什么？我不是我自封的，我是8000个人，8000口人，3200户，311个楼门院选出来的。我和我祖宗
我让咱们社工一块儿上来。你是不是得弄一个准备的器具？国旗，先把这幅照了，然后再照咱们的自治组。哎。北京榜样优秀群体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并由此拉开全国巡讲帷幕。市委书记蔡奇出席报告会并会见优秀群体代表时强调，北京榜样是首都市民的杰出代表，体现着鲜明的北京特色。爷爷每天吃这是什么药？降压的，苦苦的。过来。我的好朋友问了一个特别好玩的视频，不许拍我。他哪儿拍的？爷爷很傻，那个有的时候很快就出产了，然后我特别想爷爷。爷爷是爷爷要出去就是出差吗？在他眼里，对他认为，因为他现在老上那边集中，而且不让回来，夜里做梦，哭好几次，早上起来，现在一说他还哭呢。手都破了。梦见他爷爷不喜欢他了。哎，不行！嘿嘿，咬字儿咋？这个在4条39号这个口袋花园旁边是个死胡同，这个地方建这个议事厅呢，也能够跟咱们的口袋花园连成一体。通过这个居民代表们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是坐的，坐也行。为什么一看你这个预算，我们就来气？哦，这里边有重复的预算，光他妈地基给我弄了三个多。就重复立项三个多，但是我这儿你编不了我，我不追求这个价钱，你多少利润我不管，我只管这工程质量。知道吧？你达到我的效果，你赚他妈你10万你都赚走了都没关系，知道吧？我说是实话。
前面这是录像，这是照相，这是拉近镜头，听我这话。这不都在这儿呢吗，老大？地址也都在这儿呢，存储卡都在这儿呢，没问题了。哎，二零三位，摄像头，看看。没问题。怎么像这么个照片？没问题，这一次。没问题。参加花友会，我们就要发挥花友的作用，更鼓励生物多样性，但不得侵害文明，不能妨碍院内和院外交通。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我们的花友会是在2017年的7月21号，我倡议成立的。在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我们社区到现在为止一共建了63个花池，摆放了91个花箱。在那个口袋花园的时候，当时楼底下1楼的8户居民集体反对，给底下的8户居民开了4次，在会上都骂起来了。我老伴刚刚做完乳腺癌的切除手术，正在化疗阶段。正在这时候呢，你老伴躺着跟我说：“你别为难，干你的去吧，那是大伙的事。”这一句话说的我眼泪都下来了，我就去开会去了。开会挨了一顿骂，打不过退堂。哟，少大爷，哎，满胡同瞎溜达，没看你干什么正事。我怎么着了？你钻哪根葱了？他在咱们这胡同里瞧着这儿也不顺眼，那儿也不顺眼，干脆他搬出这条胡同算了。我现在这种情况，还能干下去吗？由于整治环境，有人要花5万块钱买我的腿，开会不顶事儿，上家去谈，最后总归谈通了一户，前面没阳台，公家出钱给他砌了阳台，里边给他安了电暖气，给他弄上照明灯。哎，那几家一看，哎呦，确实好看，好看，咱就往过推进，一直从东头推到西头，8户没一个反对的了。到现在为止，拍桌子骂我的，跟我见面握手说话，反对最凶的，加入了花友会，跟我们一块儿去养花种花。赵大爷，您这厕所修得真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咱们还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呢。好，停，吴老师，我给您介绍，这就是金大军先生。你好，您好，您好，金师傅。你好，您好，欢迎您来。刚才这是您俩孩子吗？是儿子。啊，媳妇。热爱这个。志愿者为老百姓干点事儿，少着老年痴呆，想法积极点，是不是？作为一个文艺作品的话，它就拔高了。实际上那些事儿，有时候有没有有，按着原型，我的平常的有些东西，七拼八凑，连街道介绍的，这些，他都弄了，但是。说实话，我没那么高，就是个小巷管家。我的定位就是这个。哥们儿，到家了吧？啊，你说找着家就找着家。好，谢谢您啊，这个。进来啊，谢谢您。你也不锁门儿。走，进来。啊，进去。行了，还有个地址，有个名字，联系电话，然后人家能翻出来。啊，是。你要让他老不动也不行，好，麻烦您了啊！是，没事，谢谢。麻烦您，不客气。谢谢您，我也是一个院儿的。
弄这个的，我也。车辆也上这儿停车来，无形当中就把咱们资源就全都给。好，这一阵大了。您念什么？东四四条。下回咱们往下挪一下吧，往下。
拴的挺结实的。这个，还有一小绿的，不见心小绿。挂着呗。够不着。这个宣传板呢，主要弄的就是我们东四的精神和五民工作法，爬山虎精神，这就是说，见缝就钻，是吧？深入到各个楼门院，深入到每个居民的家家户户当中去，来做工作。群众满不满意，达到没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谁说了算？还是居民说了算。所以呢，提出这五民工作法，遵循这个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这个议事厅得到了大伙儿的认可。从今年的八月到十二月五号的之前，每天都有22个人在胡同里指导宣传如何投放、如何分类。对于执行率，就是真正的自己能够把从我做起，把垃圾分好，这样的人不到30%。所以从这个情况看，咱们很有必要进一步的普及宣传、贯彻动员，大家进行垃圾分类。出垃圾喽！出垃圾喽！谢谢啊！没事，慢点。谢谢，慢点啊！哎，慢点。你手机。你好，小夏，又去了，刚开完会，一会儿还一会，真的还一会，真的吗？你看这点停着，就是一个外地牌子的车。现在不停车了，拿这么一小车站着，这个车没有车位。你假如写上车号的话，这个车人就不放这儿，这点现在就可以停一车，那就得管了。画了86个，我现在数到80，你再往那边数，是86个，86个。这是多少号？这个79号车位，79号车位就是你的，你不用站，回来以后他就能停到这儿。有3天，他连站都不站。分类示范院有270户人家都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4日发布疫情最新数据，1月23日0到24时，27个省区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59例，新增死亡。
假如有报疫情的，上班让查就得摸排呀、啊。今天摸排了一天了，每个院都进去，进去以后看各户有没有出境的，有没有回京的，一户都不能落，一户一户的排查。我说这回挺厉害。服务是我牢记使命的这一辈子的追求。